女儿情，但是林俊杰的版本很低。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神色女儿美。只会那个和弦扫弦哈，但是我其他的其实我是可以弹那个的，就是弹就是那种这个叫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，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，每次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，微笑着说回去吧，转身泪湿眼底，多想像从前一样握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多轻风下去时光，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了，不如用我一些话，你岁月中哎呀，他到副歌部分，然后就突然特别高，你知道吗？就男生的，我都高不上去了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到低的部分我又低不下去，气人的。我感觉这个声音好像有点太大了，对不对啊？离麦克风都听不到我，听不到我说话，我哭了，脑壳痛。你们是夸我的小伙伴，应该都是那种，粉丝吧。如果我觉得，如果是一个就是作为就是第一次来看直播，觉得弹成这样就是什么鬼。换吧，为什么想真的吗？对，因为是男生的调很难唱。我还会弹那个呢，但那个的话就是之前弹的了，我都忘记了。暖暖呐、啊、那些，还有就是，那个叫什么？那叫什么？好像就这样，哒哒哒哒哒。哦，下一秒，下一秒。今天把我之前教的全部给你们那个了。
全部给你们弹完哈，然后我再继续学到下一个阶段，然后再弹给你们。我现在就大概就学的学成这个样子，你们别对我要求太高，我才学十天不到，知道吧？自学的还是。他这里面断全都是扫弦，扫弦的话没有那种弹好听啊，我是觉得。下一秒，给你们弹下一秒还是暖暖？你们想听暖暖还是下一秒？弹唱哈，弹唱下一秒或者暖暖。嗯，听什么？所用到的和弦，我看一下哈。我先预习一下 ，F 调、G 调、Em 调、Dm 调、C、A。下一秒，让我试一下。好想能听到你嘴角微笑，最好在下一秒。好想能听到你轻声歌唱，最好在下一秒。纯白棒球帽，墨绿色衣角，时间静止的美好，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。爱上同一种口味的扫，我反而觉得不是太好听，就觉得有点吵，你知道吗？扫弦没有那种，就是这个叫什么弹，就是单弦好听，但单弦就是更难了，而且每一首歌的那个指法都不一样。弹倒数倒是确实有倒数哎。我看一下这个和弦有没有我不会的，因为我好多和弦我还没学完呢，只学了最基础的。暖暖，都可以随便的，你说的我都愿意去，小火车摆动的旋律。是真的，你说的我都会相信，因为我完全信任你。细腻的喜欢，老藤般的护城感，晒过太阳，熟悉的安全感。分享课堂，我们两只糖是一个碗，锁心房，暖暖。其他的唱的好弹什么的好听哪有哦，唱的好这个弹出来不好就很奇怪，而且我有的时候就我在弹我就要把那个心思放在那个弹上面，
然后我就会就是很难控制我自己的音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完全就是靠记忆力把它唱出来，就一点都没有感情，然后也没有，还有的时候会跑调。谢谢谢谢爱过。清唱很好听，真的吗？这首歌比较慢哈，送给大家。滴答，哒滴哒滴哒。时针它不停在转动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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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雨它拍打着水。这首歌的那个就叫什么弹法，我自己不是很喜欢。这首歌叫那个滴答呀，好像是之前一个电视剧的里面的。现在我弹一个，你们猜不猜得到我在弹什么哈？我不告诉你们，看你们听不听出来。所以你听得出来。哎，今天可能对于其他小伙伴说有点枯燥。乌克丽丽，尤克里里。尤克里里，只不过我没有唱。他这是就是比较简单版的那个和弦。我跟你说，我特别喜欢里面的那个，我跟你们说，有一个卡农摇滚版，特别搞笑。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卡农嘛，然后我就来搜有没有就是那个尤克里里卡农的谱，结果搜到有，然后但是我就很搞笑，就只是扫弦，然后呢它就很简单，然后还是摇滚，很搞笑。这样吧，就给你们献丑到这里了。好了，不练了。